咖啡并未有多浓，我只要去睡得轻松，大热天做个白日梦，梦见我变成了彩虹，我有想奔跑的冲动，有你在跌倒也从容，无所畏惧的去追梦，汗水书写这份光荣，电影中角色也会有不同，每一个小人物也拥有小的梦，大屏幕映不出现实中的暗涌，我只想和你牵着手在雨中等彩虹，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，偶尔也可转你的出气筒，心甘情愿接受这份光荣，做你身边的萤火虫。如果我是你的超级英雄，此刻为你高唱这首 Love Song， 小小的默契让爱转动，做你最骄傲的英雄，我是你骄傲的英雄。我终于拿到了，陈德老爷。哇塞，哇塞，高俅，你好厉害哦！对呀，你好厉害啊！哇，好帅啊！我吃过饭。什么？啥？啊？什么？啊！
什么？几次我看到底什么？哎，还吃药？张嘴。好苦啊！良药苦口，你要快点好起来。好起来干嘛呀？啊？和你成亲啊？你还挺猴急的嘛？啊？圣旨到！赶紧起来，赶紧起来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草民林三杀害朝廷命官，速速进京受审领罚。特委任金陵知府徐渭亲自押送，钦此。什么？接旨吧。什么？哎，就是你伤了承德，皇上命你进京，他要亲自惩罚你。罚我？为什么罚我呀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有我在，走走过场而已。没事儿啊。玉若，可能我这一趟凶多吉少，去了我就回不来了。没事儿，我会陪着你的啊。苦了你了。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啊！楚风，三哥，别哭了，三哥，你们三哥是光荣的。三哥，三哥，早点回来。三哥被抓走了，委屈你了，这一路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啊。玉若，累不累啊？要不要车里坐一会儿啊？你歇会儿吧。
吃鸡腿。嗯啊。哟。嗯。这鸡腿是不是在城东的那个陈白鸡买的？是啊。说了多少次，这鸡腿咸，下次别买了。凑合吃吧，一会儿还有燕窝呢。还有燕窝，还有燕窝，这燕窝可不要了，天天吃燕窝，烦。你吃吧。哎，你不咸吗？喝点水。大人，这你不管管他吗？犯人，犯人。不吃饭怎么能叫犯人？爸爸的爸爸叫爷爷，妈妈的妈妈叫二姨。嗯，你也吃啊？大人，你不管管他们吗？爸爸的爸爸叫爷爷，妈妈的妈妈叫姥姥。香蕉了，太高调，热了，扇会风。来会儿。玉若，手相真好，手相真好，生命线那么长，爱情线更好，一看就知道能找到一个叫林三的夫君。这么多人呢，这么多人怎么了？我们的爱坦荡荡，怕什么？大人，这你也不管管吗？别打扰我。守车进城。你生死未卜，我得对你好点，免得以后有遗憾。玉若，你不用这么辛苦，其实来这儿呢，也就走个过场。三儿啊，进一步说话。哎，三儿啊，这眼看就要进城了，我得跟你说实话啊。其实此行凶多吉少，你很有可能这一去就回不来了。不是，稳住，稳住啊！其实我前面说的话呢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但毕竟圣心难以揣摩，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，所以你很有可能会死掉。哎，你看啊，我之前对你那么照顾，目的就是为了能让你开心一点啊。行了，你回去跟大小姐道个别吧，这有可能是你们最后一面了。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？啊？我是想说啊，玉若，我觉得你平常对我还不够好，你应该再对我好一点。你知不知道，人的一生很短暂，时光如水，生命如歌，趁着现在有时间，我们生个孩子吧，生一个吧，生个孩子好不好？玉若，别啰嗦了，走吧，走吧。要我离家绝后了，快走快走啊！我离家绝后了，徐巍，我跟你拼了，徐巍！林三，我等你回来生。启禀圣上，这林三杀我朝廷命官，罪大恶极，理应当即处斩。把他传上来。传。臣徐渭参见皇上。哎，这户型不错啊，危险太危险。
徐爱卿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林三，你可知罪？知罪？什么罪？我不是来领赏的吗？大胆！你杀我朝廷命官，还敢口出狂言，要什么封赏？命官？我杀的明明是个狗官呐！何出此言？说起承德，我就来气。他把一个狗官能做的事情全都给做了，中饱私囊，假公济私，发国难财，无良逼捐，而且善用公权，颁发禁香水令，欺压商户，扰乱市场，还长期勾结白衣教。他身为清剿白衣教的都指挥使，无所作为，任由白衣教绑架肆虐，而且还勾结白衣教计划刺杀皇上的行动。但是这些啊，都不是他最大的罪状，他最大的罪状就是勾结白衣教通缉我。看不看？哎，我可是带了几百残兵，清剿了白衣教几十万人呢。你胡说！是夸张了一点，但我也清剿了白衣教精锐部队几千人呢。这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。而且我自己亲自潜入纪灵城，手刃圣主。以承德这种长期放血的打法，怎么可能清剿得了白衣教呢？哼，口说无凭。你以为你那信口雌黄的几句话，就能污蔑了程大人吗？林三，你刚才所说可有真凭实据？报！启禀皇上，来的人是臣的属下。一定有要事相报。传。传。启禀皇上，奉徐大人之命，我等于昨日前往承德府，搜出白银135万两，其中35万两印有官印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证据确凿了吧？如果承德是个好官，那这些钱够他花好几辈子；但他如果是个狗官，这些钱是不是应该冲交国库啊？林三，听着，你剿灭白衣教有功，又铲除了一个大奸臣，35万两萧家填充的军饷，全都还于你萧家。另外，朕还要封你做大官。谢皇上。哎，皇上，钱呢，我收了；官啊，我就不做了。我这个人呢，除了诱惑，什么都抵抗得了。我要是当了官啊，恐怕公正清廉一个都做不到。我还是做一个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、人见人爱的普普通通的家丁好了。但皇上如果一定要赏赐我的话，就赏赐那些跟我一起攻打白衣教、剿灭承德的兄弟们。传。参见皇上。你们几个协助林三有功，朕封赏你们为千户统帅。谢皇上。起来吧。林三，那朕也不能什么都不给你啊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做家丁，那朕就给你一件好东西。晚上请吃饭啊，你买单。皇上，我皇上，密诏现在在萧家，就这么放他们回去了吗？密诏现在已经不重要了，只要有林三这样的人才，就不愁对付不了汉王。
怎么样啊？你没什么事了吧？咱们可以回去了。我被判了死刑，缓期执行。啊？玉若，现在当务之急，趁着有时间，咱们生孩子吧。哎呀，林三儿啊，恭喜，恭喜你渡过难关。你又骗我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生不生不生啊！生也可以，怎么着也得先成亲吧？哎，你高兴什么呀？我和你有没有关系了？这。哎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终成眷属啊！三哥，我这次来是跟你们道别的。汉王知道我在京，也知道我有分灭承德，我要回去复命了。我衷心的祝福你和大小姐幸福美满。啰里吧嗦没完没了了，别妨碍我泡妞，赶紧滚！保重。等等，我们是兄弟吧？你把这给我了，萧家怎么办？可以证明汉王身份的东西有两个，我给了你一个，还有一个。赶紧复命吧。哎，你说我这么做对不对啊？当然错了。你应该去给高俅备匹马。那你帮我去呗，刚才前面太装了，怕绷不住。哦。是汉王特使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种身份。以后我在明，你在暗，看来林三他有的受了。不过我可告诉你，林三的命是我的。萧家的庭院，以后你们就在这个地方活动。三哥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打算在这儿啊立一个我的雕像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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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学啊。三哥，嘿嘿嘿，什么呀？不学无术，工作去。哎哎哎，三哥，不带你这样的，我才是萧府新任家丁总管呢。这半年啊，一直有一件事情我想不明白，凭什么你就当上总管了呢？是你自己不愿意当的。再说了，大小姐都说了，聂承德，我的功劳最大。臭不要脸！哎，还有一件事，就算没当上总管就算了，为什么你和小欢成亲了，我没当上姑爷呢？是谁说要把萧家做成金陵首富才成亲的呀？哎，老婆，你不要这样吧。但是话说回来了哈，好像不嫁给我，你的损失更大吧？虽然萧家已经恢复往昔，但是还不是首富呢。为什么呢？只排第二。还有谁？第一是鸡蛋婶儿。我的嘴怎么那么贱呢？年轻人，别灰心，快去门口扫地吧。什么？扫地？我？你？
我现在封你为我的实习生，做得好的话，就提升你为副助理，扫地去。别听他的。当上了金银尾指挥使，什么时候提拔提拔兄弟做个副指挥使啊？闭嘴！高俅回来了，挺好。家里正在扫地，换上家丁服，一块扫地去。好啊，三哥。朕就赏你一个小东西，天下第一钉。公主，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回宫吧。就。哎呀，高俅，搞事情，一直搞事情。小若，高俅，高俅，小若，伙计们加班加点赶着烟花格子布，
三哥派我买烧饼慰劳大家。哇塞，天上有人在飞！哇塞，他在那儿啊！哇塞，是三哥呀！三哥在飞，哪儿呢？哪儿？谁在飞？三哥，二百个烧饼，谢谢。哪儿飞呢？三哥是谁？你认不认识三哥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三哥为什么会飞？哎，那儿呢？那儿，你瞎呀？飞那儿去了？啊，鸟，是不是飞过去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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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悲剧了。哎，今天排队的人可真多啊！今天一定要吃个烧饼。大娘，过来吃个烧饼。来。啊！又查。因为老娘是坏男人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嘛。不插队怎么能体现我的风流不羁呢？怎么会受女生的欢迎呢？对呀，小伙子，对，你说的对。大娘，二百个烧饼。好嘞。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啊。嗯，啦啦啦啦啦。悲剧了。思德，你在等谁呢？哇，你怎么像个猴子一样突然窜进来？我在等我妹妹呀，她今天要来看我。哎，我这个妹妹太愁人了，年方28。貌美如花，却未曾婚嫁。这次我一定要在萧府给她选一个如意郎君。喂，你妹妹这么多，是哪一个？最漂亮那个，三顺呐。我停，闪开。喂，停！其实你们两个都挺好，可是我应该选谁好呢？当然选我了，我比大猛更需要老婆，我从小就没有娘亲，是由我爹带大的，我比大猛更需要一个女人，更需要一个夫人来带给我家庭的温暖。你居然还有爹？我爹在他8岁那年就死了。过了2年，我娘也死了，从小就没有人照顾，连张床都没有啊，睡觉都睡在板凳上，我更需要人照顾啊。你家还有板凳啊？我家连板凳都没有啊，家徒四壁，从小读书写字，连吃饭睡觉都是靠扎马步的。你还扎得了马步？我从小就穿单衣过冬，身体孱弱。你还有单衣？我来校服之前从来都没穿过衣服啊。哦，你还有自行裸体？我从小肚脐外翻，根本就不敢脱衣服，我需要人照顾。我一只手长一只手短，我更需要人照顾啊。我脑子不好使，我需要人照顾。跟我比惨啊呀！我现在身体不能自理了，我更需要照顾。我需要人照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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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更需要人照顾。宋静，宋静！哇，友谊的小船真的是说翻就翻呀！哎，妹妹。哎，三顺，哎，妹妹，我在这儿呢。三顺，妹妹，我在这儿。哥哥。
其实我们可以互相照顾你的。没品位。哎，三婶，过来，三婶。哎，我来了，哥哥。赵二，老实人，没什么攻击性，也没有用，可留活口。大拇哥，吃了吗？吃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感觉明天可能会降温，你要添一点衣服啊。嗯，好的。我忘了跟你说一声啊，我刚才肚子饿，把你枕头旁边的包子给吃了。赵二，卑鄙无耻，无恶不作，该杀。三德，这种人没什么追求，只会见人阿谀奉承，奴才命，可留活口。老妈，谢谢你前两天帮我扫地啊，整个小府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了。不足挂齿，不足挂齿。毛毛，其实我仔细一看，你还是蛮帅的，比三哥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。居然说我不如林三那个死胖子，死胖子，死胖子！三德，颠倒是非黑白，该死。杀！大蒙哥，我听你刚才声音怪怪的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是啊，你要保重身体。这个药跟被子是给你的啊。早日康复。其实他们都挺好的嘛。哎。哎，毛毛，忘了告诉你了，这个药跟被子是用你的工钱买的，剩下的钱呢，我们就当跑腿费了。嘿嘿嘿，不用客气啊，回见。好沉啊，表少爷！你也知道我辛苦了。嗯，要不咱俩换换呗？你要记住了，你是纯爷们。嗯，我是纯爷们。对，表少爷，那今天一定要把这个破盆卖出去，100两买这么个破烂玩意儿。嗯，你说的没毛病。嗯，走，卖了去。好累啊！前面有两位白衣少年。什么白衣少年？明明是俩傻子。谢谢娘啊！看我的！走走走走走走。哎呦，哎呦，两位少侠，可否一坐？爱坐不坐？啊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两位少侠，老娘这有个宝贝，有没有兴趣看一眼？什么宝贝？哎，干啥呀？息怒。聚宝盆，聚宝盆，嗯，在市值上涨的今天，拥有它，您将坐等升值。抱着它，你就倍儿有面子，倍儿有面子。这么神奇吗？你当我不识字啊？这明明是聚宝盆。对呀，聚宝盆也是个宝贝啊，你拥有它，吃什么都能饱。嗯，不信呢？老娘给你们示范一下呗。上上上上上。
你吃吃看。好。嗯。嗯嗯。怎么样，饱不饱呀？饱。哼，差点被骗了。你是吃包子吃饱的，不是这个盆变饱的。行，那我问你，喝水你饱不饱呀？嗯嗯，不饱。试试。你们不要搞事情了！钱呢？钱呢？笑，上一秒吵闹，下一秒拥抱。你给幸福加满快乐的料，为你哭是因为你胡闹，为你笑是我为你骄傲，一点任性撒娇，偶尔霸道。只要你给我一个爱的红包，绝对让你傲娇。你就是我最爱的宝宝，天上难寻，地上也难找，偏偏爱你爱得不要不要，拼尽洪荒之力陪你到老。你就是我最爱的宝宝，天造地设难得那么巧，你若真心真意对我好，拼尽洪荒之力。最爱的宝宝，天造地设难得。